季高温多雨，海参灾难频发，烈日当头死，狂风暴雨还是死，如何才能让海参安全度过鬼门关？温度过高会夏眠，温度过低又会冬眠，人工养殖如何找回浪费的时间？科技院马上播出。你好，欢迎收看科技院。海参跟其他的水产品相比较，那叫一个贵。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海参的价格会那么高啊。一方面呢，其实是跟它的营养价值高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养殖海参的风险非常大。就像今年夏天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高温多雨，就给海参养殖户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滩涂上养海参的人最紧张的事儿就是下大雨了。这一片都是几乎都是汪洋了，那个就大部分是伤尽覆没吧，很惨。在青岛养海参大多是在滩涂养殖，要是赶上年景好，养殖户一年下来算起来赚的不少。可是高收益的背后对应的却是高风险。平时海参都能长得好好的，可老天要是一变脸，突然下起了大雨，池子当中的海参就都要遭殃了。海参它基本上一死亡之后吧，它就开始化皮，然后它就飘上来了，啊，但是那时候已经就晚了。雨下得太大，海参就会死亡，死亡的海参会逐渐化成一滩水，溶解到水中。海参就生活在水的底层，大雨淋不到它，打雷对它影响也不大。为什么下雨会对海参有着如此致命的打击呢？韩风波是青岛一家养殖基地的技术负责人，基地里养了4000亩的刺参，像这种情况他特别清楚。大量的鱼，你像进到池里边去，上层全是淡水。狂风暴雨一来，大量的淡水进入到养殖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在池子的上方形成一个淡水层，淡水层隔绝了海水和空气的交换，下层的海水就会缺氧，池底的海参缺少了氧气的供应就会死亡。而且时间长了，过多的雨水还会使得池子当中的海水盐度降低。它是属于窄盐的窄盐性动物，对盐度的要求呢是在25%-30%这么一个范围是比较理想的。25%-30%，中间就只有5%的差距，海参能够适应的盐度范围特别窄。所以说下大雨，特别是持续的降雨，对于海参养殖可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多少年来，滩涂上的海参养殖就只能是听天由命。除了暴风骤雨以外，海参还特别怕高温。海参对温度非常敏感，到夏季高温的时候，水体温度能达到30多度。生活在大海中的海参要舒服很多，海水比池水要深，就算是外界温度高，海水中的水温也要低很多。海参还可以躲到更深的地方去，可只有1.2米深的养殖池可就不行了。夏天太阳一照，池水温度就会迅速升高。如果是水太浅的话，温度太高，达到31度的极限温度，那么海参的死亡就非常多。高温和暴雨对于海参养殖来说风险极高，
除了这些风险之外，海参的生长速度也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只要水温超过23摄氏度，海参就开始进入夏眠，它们不吃不喝也不动，自然也就不再生长。同样，要是在冬天，水温低于3度，它们还会进入冬眠。这样一个夏眠，一个冬眠，那海参两个季节加起来，处于休眠状态就会长达3到4个月。这样它全年它生长可以生长的时间也就是7到8个月。算上冬眠和夏眠的时间，海参就要在池子里白白耗上3-4个月的时间，海参的生长期就长了，让韩风波觉得很不划算。而且韩风波还观察到一个现象，海参很不喜欢强光的照射。夏天的时候太阳非常强烈，晒到池底海参都躲起来了，都看不见海参。到了夏天，光照强烈，就算是温度不高，海参也要藏在池壁的角落里，或者是躲在池底的附着基里一动不动。到晚上以后，你下去看看，海参都是一片一片的，都跑出来了。海参就靠不断移动来摄食。白天躲起来的海参不吃食，只有到了晚上才开始大量进食。一种生物你只是有半天活动，那另外半天是处于一种睡眠状态，它长得就慢了，生长周期就长了，产量就低了。这让韩风波觉得特别奇怪，海参又没长眼睛，为什么对于光线这么敏感呢？海参没有眼睛，但是海参的皮肤上呢，它是有一些感受细胞，它可以感受到光的强度以及这种物质的色彩。那它像它那个不喜欢强光，它是能感受到吗？可以感受。那么对海参来讲呢，光线太强它会躲避。那么它是喜欢弱光的。高温多雨，海参容易减产死亡，夏眠和强光照又让它们不吃不喝长不好，一年下来只有7-8个月的养殖时间，也难怪海参的价格会高。那么到底该怎么样规避风险，又该怎么样把这些浪费的养殖时间补回来呢？这成了韩风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韩风波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给海参盖个房子呢？所以说我们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在传统的养殖池塘，传统的海参养殖池塘上面给它建一个大棚，既能挡阳光又能挡雨水。韩风波就在一个池子上盖起了房子。建房子在农业生产中可不少见，种蔬菜的可以搞蔬菜大棚，养鸡的可以建鸡舍，养鱼养虾都可以工厂化养殖。那为什么给海参建房子倒成了大胆的设想呢？这是因为房子建起来有很多矛盾没法解决。房子一建起来，太阳光这么一挡，海参就没得吃了。室外池阳光比较充足，它藻类长得比较多，海参就吃它的海藻。原来需要阳光的是海藻，人工养殖海参几乎都是不用给海参喂食的，海参的食物就是水中长出的藻类。像是露天的养殖池，到了夏天光照强度大的时候，海藻容易生长过多，要定期的清理池子当中多余的藻类。海参吃不了，它过度繁殖烂了以后沉到水底，就会使池底变臭，池底变坏。海参喜暗光，可是海藻又需要阳光。给海参建了房子以后，要是光照太暗，海藻就长不起来。海藻长得少了，那海参就缺了口粮。房子建起来，房顶要是不透光，光挡得太厉害，海参就没有食物。可要是用透明的玻璃板，就又回到了原点，起不到之前想起到的遮蔽强光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海参养殖才没人建大棚。那韩风波的房子怎么就行了呢？原来他的房顶和普通的大棚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为海参建房子上面顶层铺的太阳能板。这样通太阳能板呢，它就是吸收大部分的光能，把太阳光大部分都吸收掉了，转换成电能。太阳能板不同于普通的房顶，它的透光率很低，既能挡光，还能够透进来少部分光。韩风波认为，这恰恰是个控制海藻过分生长的好机会。我们通过它的光合作用，控制它的光量强度，控制藻类的生长，给它一个比较低的光量强度，让它长出来那个量，正好海参可以把它全部吃掉，不会有剩余。根据韩风波测算，要想达到海藻生长的最低光照强度，通过太阳能板透进来的光还有些不够。韩风波为了让藻类长出的量刚好够海参吃，他在棚顶铺设了一部分的透明玻璃板。像这边上这一层溜，一少量就是非常少量透明的，但其实绝大部分面积都是太阳能板。一控制的话，那少量阳光进去了，大部分的阳光都让太阳能板挡住，转换成电能了。有了太阳能板和透明玻璃板这么一结合，这样一来既挡光又透光的屋顶就建好了。可要是赶上阴天下雨，或者是冬天光照强度弱的时候，海藻长得少了，又该怎么办呢？韩风波建设大棚的时候，考虑的可是一揽子工程。大棚由于顶上铺设了太阳能板，太阳能板能把热量转化成电能储存起来，所以大棚里最不缺的就是电。有了电，自然就能转化成光。需要藻类长得多的时候，就给它补充人工光源，藻类长起来，海参设施就足够了。透光率好了，能长出足够的海藻，海参在这大房子里算是吃喝不愁了。其实别人不给海参建房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像蔬菜大棚，一个大棚顶多一亩两亩的，养海参一个池子可就是15亩，光是房顶算起来可就是整整10000平米的面积，再加上这么多的钢筋和混凝土柱子，最低造价也得几百万元，这花的钱可真不少。再加上太阳能板，又要上千万元的成本了。可韩风波认为，只要把房子建好了，这钱能够收得回来。铺设了太阳能板，大棚里用电不花钱了，连整个4000亩的园区用电都能满足。我们这样一个池子，它的面积是15亩，大约10000平方米，上铺的太阳板10000平方米，它总装机容量是1兆瓦，一年的话，按照它发电量，按照我们现在的电价换算出，它一年产生的为我们节省的电费大概是100万左右。虽然一年能给基地省下100万元的费用，但是采用太阳能板的造价毕竟很高，一次性就得多投资将近1000万元。韩风波算了一笔账，投资高可用的时间也长，再加上政府对于光伏太阳能项目的大力支持，还有一部分的政府补贴，这样的房子建得划算。因为它这个建设寿命是30多年，投资回收期仅需7到8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后面22年就是那利润就是白赚了。虽然说投资比较大，但是因为做一个企业嘛，你是长期经营的，不会只考虑近1-2年的效益。7-8年收回投资，太阳能的收益只是一方面，韩风波更多的还是从养海参这里要收益。他早在建房子之前就设计好了方方面面，就是要把养海参各个环节都变成人为可控，从高风险化解为零风险。大房子给海参遮风挡雨是没问题了，而且冬天保温，夏天遮阳，就算是到了极端天气，因为房子里有着韩风波提前设计好的各种设施，依然能够保持海参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这就是我们车间里边的喷水与喷料系统，它有很多的好处。夏天气温高的时候，里边有一定的挥发量。因为它喷出来的海水吧，是恒温15度的海井水，所以说夏天喷出来以后，它可以给车间降温，这样给水体降温。
海井水是恒温的，夏天水体温度太高，喷上15度的海井水，水温就下来了。冬天温度太低，还能够提高温度。大棚里光是有设施也不行，要想进一步降低海参养殖的风险，就得要利用好这些设施。往后的发展应该也是这种设施化的，然后人工控制化，人工可以精细控制的。因为当初按照这个思路建了房子，所以房子里的海参根本就不用韩风波操心。由于店的富裕，他专门请了一个大管家来帮他看着。不来。好，不等到极端天气，只要水环境有一点点的变化，都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韩风波给海参装了个自动监控的设备，有了它就可以实时监控水中的各项指标了。你像现在显示屏显示的就是我们这套自动监控系统监测的水质的一些结果。你看，就是像过涨桥度，现在最新的它的过涨桥度是6000勒克桑，溶解氧，但是最新的结果是6.24毫克每升。这些自动控制返回的数据，一旦某一项低于正常值，还不等海参有任何反应，它就会立即启动相关的设备，让大棚里始终保持最适宜海参生长的环境。比如说，溶解氧。它自动监测出来溶解氧范围超低于正常范围之内，它就会自动反馈给抽氧机，让抽氧机打开，不断抽氧水洗，这个溶解氧就高了。高了以后，它再实时的监测出来数值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就会关闭抽氧机。有了这位尽职尽责大管家，平时不需要人去管理，海参就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我们的记者采访时正值6月份，外界气温很高，可是大棚里的水温却很适合海参的生长。像这个水温现在是22.22摄氏度。同样的天气下，露天池的水温又怎么样呢？现在我用便携式的水质监测设备测的这个池塘的，现在它的水温是26.34摄氏度。这个应该说这个水温已经是比较高的，这个在这个水温条件下，大部分的海参已经都夏眠了。别看只是4摄氏度的差异，却跨越了海参夏眠的临界值。水温高于23度，海参就不吃不喝也不长了。这样一来，露天池子当中的海参夏眠了，可是大棚里的海参还可以继续生长，消除了海参的夏眠和冬眠，无形中就提高了海参的产量。韩风波花了这么多钱给海参建了这么好的房子，高投资为的就是高回报，新房子还可以提高海参的养殖数量。设施化的养殖的话，肯定要相比较外面那些养殖池塘要提高它的产量，不然你设施化，你设施投资这么多，你没有产量的话，你肯定收益就低了。住在大房子里的海参产量还真的就高出了不少。传统方式产量它已经到了个极限了，你再提高的话，它可能不会提高那么些。你再给它一种新的方式，一种新的模式，让产量提高到20%-30%、30%-40%，这个提高幅度非常大。住进大房子的海参产量高，可不只是环境舒适的缘故。实际上，海参是住在水底的小房子里的。这个小房子是模拟海参自然状态的栖息地。养海参的人管它叫做附着基。在天然当中呢，海参是喜欢在这个栖息在这个石砾地质或者是岩礁地质。
那个上面是长了很多单胞藻，而且呢还有很多一些有机物的一些附着，那么它就可以采集，可以摄食。所以说呢，我们在养殖过程当中一定要营造一种人工的附着基。附着基是海参的栖息场所，也就是它们在池子当中的小房子。小房子里的面积越大，能够容纳的海参量就越多。附着物面积的多少，就会决定海参它的一个生物量的多少。海参没有胃，它的肠道也非常短，只有不停地吃东西才能够满足生长需要。而海参爱吃的食物就沉积在这些附着基上，所以说附着基的面积越大，海参的食物就越多。附着基可以生长这种单胞藻，可以提供食物，所以说附着基多了就会提供更多的食物，可以对提高产量是有好处的。韩风波想提高海参的产量，就得想办法增加小房子的面积。传统养殖的露天池是由两到三根圆柱形的笼子并在一起放到水下的，它这个附着面积就仅限于这两根网。那怎么样才能增加附着基的表面积呢？韩风波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附着基，表面积比以前增加了60%-70%。这一种就是我们设计的这种新型的附着基。它整个就是这一块就是落在池底，落在池底，海参从池底能沿着这一块爬上来，爬来从池底到水的中间水层，它都可以上下爬动，有一定角度，能挂住饵料，它的运动增加它的一个表面积，附着表面积。新型附着基不光是增加了表面积，而且它的高度达到了80厘米，比传统的附着基高出了50厘米，更好地利用了水藏的高度。水是1.2米，这个和这个1/3的这个水层都全利用了，这个仅能利用1/4的水层，所以它就这个有效利用水体的效率这就高很多了，就这可以多放50%的水。这样算上太阳能发电的收益，仅这一个大棚每年的综合效益可以达到200万元以上。韩风波给海参盖房子，把海参养殖从高风险变成了低风险，消除了海参的夏眠和冬眠，延长了养殖时间。通过水质的在线监测和设备自动化控制，真正实现了无人值守。可以说，这种现代化的设施渔业是海参养殖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好，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索取手机报。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官方微博查询更多节目信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让吐鲁番地区成为葡萄种植的天堂。有人却要把葡萄搬进大棚里种。大棚种葡萄在我国早已是成熟模式，没想到在最适宜种葡萄的吐鲁番却遇到了难题。吐鲁番的葡萄该怎么进大棚？科技院下期讲述。